潇潇，我来送你回家了。我叫苏俏，在福关镇中学读高二。看看哥哥动作，轻松，敏捷。方亮，没有带姓名牌，扣两分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。我叫林子路。你说你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李璐。这是老师吗？这是我的作品。苏乔，你今天能不能消停点呀？李璐，换座位。我才刚认识你几个小时，啊，害我摔倒把书放倒，还摆摆手。怎么是你啊？上一个惹苏乔的人就是这么死，长那么帅，我肯干他。没错，我俩的颜色看开，让他知道我们惊天动地组合不是好惹的。你们拿什么颜色给他看？那儿走吧，走路。